而那个右铁是虚晃的，没有而有，有非真有，还有灭。生了还要死啊，这一生是假象，随时在变的。你20岁不是10岁的时候吗？30岁不是20岁的时候吗？但是你这个性呢不变。在楞严经，佛问那个波斯匿王说，你几岁见到恒河的呀？他说，我妈妈3岁带我过恒河，朝天地时候过恒河的。说3岁你看着恒河，跟你现在呢，现在我已经60多了。说现在60多岁跟3岁，你所看见恒河那个见变没变呢？他说3岁看见的恒河跟现在60岁看恒河还是一样的，是性不变故，见性不变，能见那个见性不变。在这个问题我也产生问号。我到印度朝那嘎野，就是菩提树，在华严经上说三会普光明殿，我到那儿想去朝普光明殿，没有普光明殿。在这个经上所说的离着这个什么自己华里，离着菩提嘎野场，就是菩提场，说华严经的处所，这是妄虚妄分别，是不是？比如说文殊菩萨每天每时在5台山随时在说法，咱们见吗？闻吗？从这个道理，能依和所依，也是缘起住法。说你还没有这种缘起，还没这种缘，感受不到见文殊师利，也感受不到文殊师利说法。这个这里头夹着了，后头要讲，这里头还有业。也是缘起，没这个缘起，就是你见了文殊菩萨，那闻着文殊说法也是幻，也不是真实。就是现在你带文殊菩萨的法会，参加了文殊师利问智首菩萨这些话，就是当时你在场，也是妄。不是真，这个道理啊，要知道缘起。现在这个缘起还没升起，没有这个缘起，能依和所依，现在没所依的全是妄，体相用全是妄，因为还没明白。还没悟得的真心，咱们那个真心呐、自信的体性还没显现，还没显现。咱所有的知、所有的智、所有的慧，是妄非真，妄有非有。我们是把非有当成有，那么还有具足体性、具足真性有没有呢？有，真性隐了，不是失掉啊，隐了。为什么它隐了呢？
就被这一切咱们的所作所为非真过真引了，引到哪里去了呢？就在妄里头。这西藏要用功要参呢、啊、要参呢、啊、引不是失掉，但是他又没离开，就非引，引非引，把这个非引为引，隐没的那个隐啊，隐不显现那个隐啊，嗯，法有没有？有，有建立什么上？非有，非有。我然而真仙在不在？没有一时失掉，跟佛无二无别的。这咱们讲《大乘起信论》，开始讲《华严经》。说说无数次了，现在还如此。不管我理解也好，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好，不理解也好，常在，常在。这个呀，要观，闻了之后要思，思完了要修，修而后才能证。正了你就完全明白了，妄法有，我们记着是有，记着有，执着有，并没有。我们的真相，我们不知，我们因为没有，但是真性常存在的。为什么不相知呢？是因为有许多妄有把你那个真有给掩盖了。现代时候是现在我们这个有这个肉体，这个有非有。为什么说非有呢？它既可快相又可变相，但是他受真所支持的。嗯，以世祖祖啊说不相知，我们对真呢、啊、一点都不知道了，全依这妄法了。嗯，那妄法所依的还是依是真的，没真妄没有。因此说妄依真力，真呢被妄所遮盖而隐，隐者就是不明显了，真变成无知了，不能真知就变成无知了，妄知非真知，虚妄知道的不是真知。这道理啊是要观，要观，也是拿水来比喻。那水清净的时候，啊，月亮能在里头显现，是吧？水的体要清净时候，比如我们那个自性的、清净的、无染的心，要是水很浅，水很少。很浑浊，水不干净了，连喝都不能喝了。来比喻我们那个清净心，那清净心本来是不染的，什么样染也染污不到它，不染而染，水本来是清净的，但是被那污浊了，那水就不清净了。含义是这样子的，含义是这样子的。
但是水再浑浊，水性不失掉。说我们的眼这个清净心，虽然是眼了，一切眼法眼不到清净心呢，说眼而不眼。为什么经常举莲花？眼这法都举莲花，我说是在禅的，在禅的真如。莲花必须得污泥成长，底下必须得污泥成长。说我们在妄妄的当中，才能把我们真心显出来。静的体性不失，虽然水的浑浊，虽然得污浊哪事，但是我们清净的心呢，没有失掉。这叫清净心，言而不言。尽管是五浊的贪欲呀、嗔怠呀、痴怠呀，这些个把心掩了，但是清净心掩不到的。经过这水，要把这污泥都把它澄净下来。如果我们把一些惑、业、迷惑都把它清净下来，那真心就显现了。这叫水比喻吧，水要遇着寒，冷冻太大了，它就变成冰了。冰是硬的呀，水是软的呀，但是冰有冰的作用了，冰有冰的作用，它冰有冰的作用，是吧？我们这个眼心，就是我们这个识。前头讲啊，如来藏相，这一念不绝，如来藏相与无明合，这变了什么呢？十，变成八十，阿赖耶识，这眼净合合。现在冰，遇热的热。比如说温度高了，它又变远了。所以我们在世上，在世上，我们那真心的作用，真心的作用，它起的是善性的，海洋的还原，就即事而成真，然后就到了那个事，变成理了。事被理所成，理被事所显，阴冷而变成冰，冰有硬，硬有硬的作用，变成水，水有水的作用。你说难了，溶解了，冰就软化了，就变成水了。那么一说净法，净法熏习眼法，我们那个时又回归原来本来清净了，这就是大乘起行论讲熏习意，说眼法熏净法，净法转化为眼法，净法熏眼法，眼法也变成净法。说我们的烦恼啊，生活当中所有的所现的烦恼，那你经常闻法，经常听法，经常求三百加倍，渐渐就还原了。一切的灾难相，一些痛苦，渐渐你就知道了，知道是假的。就是净法熏眼法，眼法已成净，就这个道理。